A whole new world. A dazzling place I never knew. A language where I hear is crystal clear. And now I sing the whole new world with you. Every turn a surprise. 差不多了，Every moment we leather. 哦，好。哎，联访还没开始，怎么先唱起歌来？感谢亚伦及时帮我们中断后。这回与露露聚在一起可不是打打球。MTV 节目《我爱偶像》进行改版，找来露露加入主持，打造全新专属的露露 land。记者会这天，亚伦不仅现身站台，更送上真挚的祝贺祝福。露露在我心中真的是一个很用心的人，然后头脑很清楚，逻辑也很清楚，对，讲话也很有条理，现在算是就是女艺人中的我啦。哦，啊，很大，很严重哎，我有那么大爆吗？就是每一个人，不管是粉丝或是节目，或是在艺人要上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一定会给他们最舒服的感受，然后也是有最完整的安排跟最窝心的内容。他责任真的是常常把责任扛得很重，对，我希望他可以 enjoy 这个节目，好好的玩，反正你就是趁机呢把所有国内外的这个你想要染指的小鲜肉，你搞得好像我没有要真心做的事情，假做节目真染指，没有，对，就是假公济私一下这样，没有，不可能用你，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，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，喂，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。整个名字冠上去，我爱哇塞，冠对，两口灯了200万，超过，就是很荣幸，因为呢 ，MTV 就真的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一个频道，对，然后呢，没想到我的名字可以直接在 MTV 上面，然后就是直接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，哎呦，对，就是好像觉得说哇，好像这个人很有钱，直接冠名这个节目，但就是很荣幸啊。你看，我还有像下面的名字就是露露，很荣幸也可以透过这个节目，我觉得也是打开我的视野，多认识一些秀色可餐的人，也不一定啊。我觉得也像是我最近也有访问 ND 啊，就是韩国那个女歌手，啊，她也很厉害，然后也是一个秀色可餐。对，她真的哦，就是很会唱歌，然后也很有智慧，然后也很会演戏，就很开心，就真的是透过一个节目，然后去看全世界。也透过这节目考验你的语言能力。Yes， 对你都可以。International。All right。Yeah。泰文可不可以？会不会已经准备开始要补习，就补一些语文的部分？语文都其实一直都有啦，对，再更加就是可能一些泰文啊，然后对泰文其实好像也可以试一下，因为我们没有分国际，就是每一个国家的偶像其实都会来，准备迎接访问更多的偶像。露露也放话替粉丝争取更多福利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们都会完成大家的心愿，这样给争取大家最多的福利。好，有机会帮大家争取一下那个亚伦的，就是更多福利的。我们有讨论一件事情，是到露露家住玩。对，哎，怎么不是到你家？我家不方便，可能会太多人。喂，你这是差不多了，拜托。我家也有可能很多人，啊，你干嘛？对对对对，哎，玩很凶哎，我自己讲。排桌两卡，要让你专美于前。喂，爱开玩笑，露露和燕耀伦除了私下的好交情，这回在《我爱偶像》露露 land 也有全新企划的一个合作即将登场。主持工作繁忙的露露，近来也积极为第30届金曲奖的主持做准备。不要再给他压力了，睡得好吗？你是说救护车？带我去厕所。睡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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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但拉得更顺。我最近好像昨天跟川哥开会，对，我昨天跟他开会开了很半哦，我们在讨论啊，怎么样，然后讨论那边，我说哎，川哥对不起哦，你稍等我一下，来我就出门，我去拉肚子，还拉到他们整个圆我的卫生纸没了，我以为那整栋大楼的厕所都要停用，没有，我说出来之后，川哥不好意思，那个女生卫生纸给他补一下，那太紧张了。对对对，好可怜，很认真的在准备当中，所以也不用特别瘦身了嘛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当天就可以穿下 XXS， 清洁溜溜 ，OK， 紧张，带着紧张的心情持续做足功课备战金曲，露露的表现如何，到时候一起关注喽。完全的王蒋杨嘉文采访报道。